就是我旁边在用这些商业好几天的，今天不是有很棒的演出，所以大家用这些去。然后但是我之前也选择是美国，然后对，其实每一次发行专辑之前，我都会再告诉大家一遍，宣传其实我认为这个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。然后，但我希望能把握住，能够多跟大家见面的时间，多跟大家分享一些，就是说在这里的，都很希望能在这个社会上能够有一个一步。所以自己有一天有唱歌，然后我们把握眼睛。希望我第二个上来的时间，自己台湾每天都要上大学，然后希望等一下都不要再淹水，然后也希望我们政府加油加油，加油！谁也不可想，只有我的真心说。
谢谢我们的钢琴手旭章。希望你们新专辑能够如期的发行，然后带给大家非常棒的新歌。